ragazze in ginocchio, ma a livello di alberghi, ristoranti, cioè tutte le agenzie, cioè tutto un insieme di cose. Beim Luftverkehr, beim Schiffsverkehr, beim grenzüberschreitenden Zug- und Busverkehr haben wir es beim Luftverkehr schon realisiert, dass diese Aussteigerkarten ausgefüllt werden. Our epidemiologists have been monitoring this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and we have now increased our assessment of the risk of spread and the risk of impact of COVID-19 to very high at global level. 所以不管是过去的罪，或者是现在的恶，有当时阵家己去自作，有当时阵是教别人去做，这种自作。
是罪，教别人去做是恶。咱家己自作的罪是家己爱承担的，你搁再去教别人呢，啊，搁去做，这呢，这种的恶结啊，是非常的可怕。所以，自作是罪啦，教别人去做呢，就是恶。这样，所以叫做自罪重恶。那咱唔在知，这种的血滴过患呐，或者是无滴呢，去何人拖去？咱那是滴字过患，这种的罪恶啊，都真重啊，绝对是躲不过。所以呢，咱应该爱怎样讲忏悔？忏悔即清净。过去呢，有做了真多累积落来的错误，咱爱忏悔。那时我孩子生病了，我孩子有叫我不要卖了，叫我去卖树啊。我说等你生病好的时候，我才走去卖树的啦。不过应该有半年多吧。然后我孩子的病情就比较严重了，我就在陪完那种说人生的最后几个月了，然后等他往生过后，我就完成他的遗愿，就卖书。然后在一个机缘巧合下啦，然后我也去看到那个商人，他们有播那个鸡啊，怎样去打抗生素啊什么这样啊，又看他们杀到这样啊，然后我一个不小心切了半寸肉嘞，哇，痛心痛肺啊。但是我就问我自己，王宝珠，你切人家肉吃人家骨不痛啊？从那时开始真的不敢再吃肉，就是那个心啊，已经起了一个慈悲心啊。然后慈悲心一出来哦，就算给你吃你也不敢吃，你也不忍心去吃。众生都是平等的嘛，众生肉也是我肉啊，所以平等心去对待啦。咱忧心自怜呐，赶紧及时忏悔，给一年的忏悔，那就是啊，会当能洗涤一年一场的罪恶。给一个月的忏悔，那呢就会当能洗涤一个月的垃圾。那哪怕是最后的一天，那个最后的一天，那个忏悔的经济呢，赶快滴嘞，那。有忏悔都有机会得救，所以人生啊，哪会当愈早及时忏悔，就愈早呢，咱会当累积着忏悔清净的经济。那咱的罪恶啦，就会当头早一天呢，消除一分覆盖的无明，覆盖的罪恶。所以呢，咱应该啦，爱会晓，今仔日怎样，在自行世界忏悔，在真欢喜吼，赶紧紧从内心嘛，啊，过去的错误啊，现在的过失，咱拢总爱好好呢，啊，从内心嘛。该忏悔出来，忏悔就是讲发表出来了啊！我唔对啦，我承认我错，昨个错，今仔日个错，或者是呢，拄只有讲唔对个话，这拢总是错。我哪会当头及时呢认错啦？这就是叫做忏悔啊！忏悔呢，就是会当头弃敌无明。所以各位，学佛啊，上重要的就是伫这个忏悔。我一直讲，法譬如水呀，会当通洗涤过患。咱凡夫啊，昏迷啊，无智慧，唔是无智慧，有啊，智慧本来就是现，都有诶，本
己的，只是呢，因为无明福报，所以无法度好开弄出来。咱一定爱相信，过去真多的罪带来到人生，这世人呢，有意无意啊，还是不断的在咧作业作恶。所以咱大家人爱家己真谨慎啊，有错爱赶紧改过，及时忏悔认错，安尼呢，这个过错啦，才会当呢安尼慢慢消除呀。各位，消除一分的业障呢，就是增长一分的智慧，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